好，我们目前在那个石梦谷跟千人洞的停车场哦，就是在这边哦。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哈。那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来走那个行风吊桥，走那个千人洞跟水漾森林，还有明月神木哈。因为我刚到这边了，可是刚好正在下雨哈，所以今天的行程应该我就不会上去走了哈，那可能就是再早一天再过来哈。我们回去云嘉莲峰那边好了，我们去爬一下云嘉莲峰那边哈，看看那边有没有下雨。如果没有下雨就爬，那有下雨的话，可能今天就休息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趁雨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就回去。我们目前在华山教育农园哈，就是在这边哈。那我们本来是要去走那个峰山那边千人洞的行程哦，那因为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回来云嘉莲峰这边走一走哈。那我们现在往十字五号哈，就是在那边，我们从那个步道口哈，往那个大尖山爬上去哈。好，我们就往那边走哈。好，那它右边这边有厕所哈，那我们就往那边走哈。这里就是十字五号步道哈，好，我们就从这边哈往那个大尖山走。哦，那它这一段往大尖山的爬升算蛮陡的哈，那我们来走走看哈。哦，一路陡上啊哈。哦，竹林中的猴子哈，不怕人。我们上来之后，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步道在那边哈，在左边那里哈，那右边不要走哈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哈，继续往上爬哈。哦，这边开始都是那一种传统的石阶哈，这种石阶就是有时候有青苔哈，还是有下雨比较湿滑的时候，是非常的滑哈，所以走这一段哈要小心一点哈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爬升了哈。好，我们上来上面哈有一座凉亭啊哈，步道在正前方哈，我们继续往步道的阶梯走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阶梯上去哈，右边的路不要走哈。那十字五号步道算是往大尖山路线中哈比较陡峭的一个路线哈，它这边的爬升高度也比较大，所以走这条比较累一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走。哦，那步道中间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。那我们要继续再爬升。然后它步道沿途也是都有那个笋农在挖笋的那种痕迹。不过我不太懂为什么他都要把那个笋壳丢在步道或步道旁哦，那整路的腐败的味道哦很重哦，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把那些笋壳丢到竹林里面哦，为什么一定要就丢在步道？我这边有一些山景可以看哈。我看到旁边这种绳索哈，这一段就是比较陡峭的一段哈，这一段就稍微要拉一下绳索上去哈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
好，我们继续往上走哈。哎，操！我还没走完呢哦。我们爬了好一会哈，还没爬完哈。好，那它这边还是有展望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上哈。我们已经经过那段比较陡峭 的路径哈，那现在那段爬完之后就是一般的阶梯路径而已哈。刚刚那段比较陡了哈，云雾都上来了哈。好，现在才早上九点而已哦哈。好，今天天气真的不稳定了哈。登顶前还有一段比较陡的地方哈。经过大概一个小时又十分钟吧，哈，我们已经快到那个大尖山的最高点哈。好，还是有山友在这边休息哈。好，所以那个口罩要戴好。那我们等一下是往这个方向下去哈。那刚刚我们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哈。那这个方向是要往那个后洞才跟张武的方向哈。那我们往这个方向下去。好，我们直接往二尖下去哈。我们就没有在大尖那边休息哈，因为那边人也比较多了哈。虽然那云雾进来哈，可是是没有下雨哦哈，所以它那个雨势就是一阵一阵的哈。好，我们下来这边哈，我们继续往右走哈。我们往那个二间的餐厅那边走。好，我们走了一段哈，那我们就接近那个二间这边的餐厅哦。那我们要往右边走哈，我们要往右边走哈，那边是二间其中一个凉亭哈，那我们要往这边走。那其中一个凉亭哈，还有另外一个凉亭在另外那一边。那二间的餐厅又盖了一个平台哈，哦，我很久没来了哈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哦，这边是二间的凉亭哈，那他以前用餐的地方在这边哈，那现在都移过来这里。好，我们往这里下去哈。
那这边是他们的停车场。哦，我们过来啊，这边是二间的另外一个凉亭哦。我们过来，他那个二千的那个牌子在这边哈。那这里下去是四至二号的步道了哈。这里也可以下去，就是回那下去华山，还是回那个我们今天出发的地方，这边也可以哈。可是我今天不是要从这边下去哈，我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哈，去那个龙兴宫那边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去龙兴宫哈。那这样这边是二间的凉亭哦。那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哈。那这个马路是要下去那个三元宫哈，就是从这边下去哦。那是开车的啦哈，这是车道哈。我们往这边走，不知道是什么树哈。哦，它的那个花瓣还蛮漂亮的哈。掉了整地都是啊。我们要往右边走哈，这边是那个龙兴宫的麦造步道哈。哦，这一段就是那个麦造步道的精华哈。那天气好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那个马鞍山哈，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李子脚山哈，还有太平山哈。那今天天气不好了哈，所以能见度没办法看太远哈。那龙兴宫就在这边哈。那天气好的话，嘉南平原这边的风景也是看得到了。我们往这边走哈。好，那目前你们到龙兴宫的岔路这边哦，那往右边就是要往大众爷庙哈。那直走的话，那是要往马鞍山哈。那左边就是要下去龙兴宫哈。啊，龙兴宫那边是有厕所，继续往那个马鞍山的方向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往马鞍山走吧。我们爬完一段阶梯哈，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再上去哈，左边的路不要走哈。好，那马鞍山这一段是没有在整修了哈，虽然它有些阶梯已经有些损坏哈，那目前是还没在整修哈，之前是在整修。往那个大众爷庙哈那一段哈，就是龙兴宫岔路往大众爷庙那一段哈，那一段之前在整修，那目前已经整修完毕了哈。因为刚也有看到山友从那边下去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马鞍山的高点走哈。那我们就已经来到马鞍山的最高点哈，1265公尺哈，在左边这边哈。那待会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继续走哈。好，马鞍山哈。好，马鞍山我们就拍完了哈。那我们继续往李子脚山的方向走哈。好，那它这一段就是茶园路哈。这一段就比较晒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方向哈，这一颗就是李子脚山哈，那再过去这里就是太平山哈。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一颗哈，这一颗就是大龙顶哈。
那这一段就是茶园路哦，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，哈。我们现在往左边看，哈，这一棵，哈，这一棵就是碧凤山，哈。那云嘉莲峰目前这边就云雾已经有点散开了，哈。好，我们下来到这边，哈，那个水泥路这边左边不要走，我们要往右边的茶园路这边走，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开始走这种茶园路，要到李子角山那边。哦，我们要走到这个方向啊，哈。哦，我们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哈，我们现在走茶园路哈。我们往那个铁皮的方向，哈，这个方向走，哈。好，我们到达铁皮这边，哈。好，我们就顺着茶园这条路走，哈。茶园路，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方向，哈。前面有山友在爬山那个方向，哈。好，这里再上去，再走一段就到李子角山了，哈。好，我们往左边走，哈。那你不想爬阶梯的话？走这里也可以，哦，目前茶园都在修剪那个茶叶，哦，沿路都是，哦，那个茶叶的香味还蛮香的，哦，那你如果刚走右边的水泥路，哦，就会通到这边，哦，好像还可以再上去了，哦，哦，它的路的尽头就到这里而已，哈，那后来就会接上阶梯了，哈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太平了，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前走，哈。好，这边就是李子角山，哈。好，那我们往左边看，哈。左边就是那个太平，哈，那我们现在看到，哈，这一间庙，哈，这一间庙就是三元宫，哈，哦，应该是去年，哈，我们也是有走云嘉五连峰，哈，就是从三元宫这边出发的，哈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，哈，这个地方就是太平山，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到了，哈。好，我们再走一下，哈。好，我们接梯下来接水泥路，我们要往右边走，我们顺着水泥路往下走，我们要走到两座山的鞍部，然后再往太平山走。好，下来我们要继续往右边走，左边的水泥路就不要走了，我们继续往右边走，我们就已经下到鞍部这边，左边的岔路就是要往那个三元宫那边的马路，你从这边下去之后会接马路，之后再往右下走的话就是往三元宫的方向。那我们要去太平的话，我们要继续往右边走，往这个方向走，往太平山那个水泥路上来，那我们要往茶园这个方向走。我们上来茶园路这边，哈，那我们要往那个方向，哈，那个竹林里面进去，哈。哦，这边就是刚刚的李子角山，哈。
好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我们出竹林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我们下来这边哈，我们看到一个岔路哈。那右边这条路也是要下去往大众爷庙的方向哈。那太平山的最高点要再直行了哈。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前走。我们再上去就是太平山的最高点，那左边这条岔路，你顺这条水泥路下去，可以通到那个梅花鹿步道那边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好，我们就到了太平山的最高点，就在这边。好，太平山我们就拍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回走哈。那其实刚刚有几个地方哈，都可以下去大众爷庙哈。那你往那个大众爷庙的方向下去，就可以准备回去那个华山那边哈。那我想要去就是那个断崖那边哈，所以我现在要往那个梅花鹿步道这个方向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右下，我们往这个方向下去。那刚刚我们是从这个方向来的，那你如果没有要去，就是我等一下去断崖那边，你可以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走到刚刚太平山跟大众爷庙的岔路那边，然后往大众爷庙那个方向下去。因为我等一下走断崖那个景点，走完之后也是会从这边绕过去，然后也是会接上去要往大众爷庙方向 的路线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往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我们下来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好，往左边，然后顺着水泥路往下走。好，我们再过来，我们要再往右下走。左边的不要走，我们再往右下走。前面这一座山，这座山就是云之南道上面的那一座山。那以前被误植为红南坑山，那现在已经被更正为龟山，就是我们现在前面看到这一座山。那前面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水塔。水泥路下来，我们就接到柏油路。那我们要往右边走，我们往右边走。那你左边的柏油路往下走的话，就会通到三元宫上来的马路那边。那我们现在往右走，我们去那个断崖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过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岔路，这个阶梯就是梅花鹿步道了。你如果从这里下去的话，就可以接到那个快到三元宫那边的马路。这一段就是梅花鹿步道。那我们要继续再直行了。那我们稍微过来，那这边有一个休息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些桌椅可以休息。然后它这边也是有景观可以看。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太平老街。好，那对面就是大龙顶。那我们往右边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太平云梯。好，太平云梯在这边。啊，这一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龟山。好，我们往马路这边继续上去。好，我们顺着马路上来。那我们看到这一栋建筑，我们要往左边走。我们往左边走。
我们等一下接上去茶园路那边哈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下去大众爷庙的话，我们会往这个方向下去哦，就不是从柏油路那边哈，是往这个方向下去哈。好，我们先往这个方向走。哦，这边也是茶园哈。那今天能见度不好哈，不然这边的风景也是很漂亮的哈。好哦，那它这里有一颗基石哦，在这边哈。哦，太平山西峰哈，1065公尺哈。好，那个太平山西峰哈，我们就拍完了哈，那我们就往原路回去哈。那个断崖的景色可能是在那一个地方啊。那今天没有能见度哦，我就没有过去了哈，我就直接往回走哈。应该是在那个从这个茶园过去哈，在那个水泥那边哈，可以看向那边的嘉南平原的风景哈。那今天没有能见度哈，我就不过去了哈，我就直接走回去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就走回来刚刚来的地方哈。那我们刚刚是从右边这个方向来的哈。那我现在往左下哈这个方向下去哈。那个柏油路那边是没有要走了哈，因为我看离线地图是往这个方向下去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往这里来走走看哈。我们就往这个方向下去哈，那这边是太平的微波台哈。好，我们就往这个方向下去哦哈。好像山坡上有一片那个曼陀罗哈，都已经开花了哈。哦，这边都是哦哈，哦这一片哈，这一片都是那个曼陀罗哈。走过来这边有岔路哈，那这两条哈都会接到刚刚我们快到太平山哈，有一条要往那个大众爷庙哈的路线，这两条都是会接到那个路线哈。那你如果哈就是要重新再走回去太平山的话，我建议就走右边了。那因为我们是要下大众爷庙哈，所以我建议就是直接从左边走就可以了哈。因为等一下这两条都会接到那一条路线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左边走。我们走了一下哈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公寮哈，那右边有一条路线哈，右边这条路线就是刚刚我们快到太平山之前哈，往那个右下哈大众爷庙的路线，就是从这边下来哈。那下来之后它会继续往下走齁。那我们是从那个太平山西峰那边过来齁，到这边就跟这条路线接在一起齁。那我们接在一起之后，我们就要往左下走齁。好，我们往左下走齁。水泥路过来齁，那到这边那就是阶梯齁，那我们就往阶梯这边下去齁。目前它这段路况我觉得还可以啦齁，它就是那种阶梯跟那个一般土路混合的那种山径齁。这边就比较陡一点齁，那这边有一些石阶齁，要小心齁。那现在这段石阶齁就跟我们要上那个15号步道一样哈，就是这一种石头的石阶哈。那这种要小心一点哦，这种如果下雨的话会比较湿滑一点啊。
好，我们下来，我们看到有一栋房子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我们经过这栋房子，我们从这边下来之后，我们接到这一条水泥路，那我们是要往右边走，我们要往右边走，那左边的水泥路你不要走，那我们往右边走。好，我们过来，这边有岔路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右边的岔路不要走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这次有一只很像蝎子，我要警戒之后就不动了，很像蝎子啊。我们走了一段，那下来之后我们要接上另外一条马路，那我们一样要往右边走，继续往右走，往这方向走，我们就会到那个大众里面。我们目前有看到这条马路是加152线，现在是在 8K。 那我们要继续往那个大众爷庙的方向下去，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那我们过来这边，那这里有个岔路，那你往右走，就是现在有山友要上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上去就是要往那个龙兴宫岔路的路线，那我们是要往左下，下那个大众爷庙，大众爷庙就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左边走。那他这边有厕所 在那边，这边就是那个大众爷庙，这边休息的地方其实是很多，在这边，那我们就等一下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。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们再继续下山。好，我们在大众爷庙休息十分钟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下山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。好，我们要顺着水泥路下去哦。好，我们走了一段下坡的马路，那我们到这个路口这边，那我们要往右边这条水泥路下去，那左边这条马路你就不要走了。好，那你要注意，那这边有一些标示了，那我们就往右边这边走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些指示牌，那我们要往这边走。那它这条等一下就会接到四支二号步道那边，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段水泥路的爬山比较陡一点，慢慢走就可以了。那它这边的水泥路都已经重铺过了，我们来到这边，它这边有个岔路，那右边的岔路你不要走，我们要往左下的水泥路这边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可以看到凉亭，那个凉亭就是四支二号步道旁的凉亭。我们到这边，右边就是那个步道了，那我们要继续往下走。那这里，这里就是四支二号步道，在右手边。好，路口在这边，那我们要继续往左边走。好，你要去二间的话，你就是从这个步道往上爬。那边它有写往二间山60分钟。那我们继续是往左下走，我们要下去到往华山的地方。那它这段下去也是蛮陡的了，这个是水泥路了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
好，我们要继续往右边的水泥路下去，那左边它有一个岔路，那这条岔路是往那个龟仔头的方向下去，那我们是要往这个方向下，右边的方向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。好，这个方向是山猪湖啦，啊，这个方向是那个龟仔头。那这段水泥路真的蛮陡的，其实那个四至二号上二间中间也是蛮陡的啦，就接到马路了。那其实山猪湖这边我很久没有走了，以前有走过几次了，那后来 我走那个云嘉五连峰大概都是从那个樟脑寮那边，那他现在他这边也有盖一些，也有盖厕所。好，我们就下到山猪湖这边，那我们接马路之后，那我们要往右边走，左边你不要走。那他这边是他的那些 有一些指标，那这边就是山猪湖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右边走。华山五号步道就是你到四至二号之前这一段水泥路爬坡，都是算那个华山五号步道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下去，我们走了一段马路，那我们过来之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，它是写山猪湖加压站，那它旁边有一条路，那我们要从这条路上去，我们要从这条路去那个青人吊桥那边，我们要从那边回去华山教育农园。那你如果照着马路继续走的话，你就会回到那个华山那边，就是福华宫那边的马路。那我们没有要从马路这边，我们就从右边这里走。那左边这边有它的指标了，不过这个指标已经很旧了，没有注意看的话可能 没看到，那你就认这一个，这一个加压站。好，我们往上走，也是有点陡。好，那上来之后快到高点之前，它这里有个岔路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，左边它那边有指标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上来之后我们看到凉亭，那我们要往凉亭这边下去，凉亭旁边有那个阶梯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下去。右边的路你不要走了。好，我们往凉亭的阶梯下去。我们要继续直行。哦，那这个驱虫的那个造型很像那个红色的灯笼，这样看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们继续直走。好，我们过来，我们上去，一往下走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吊桥，在那边。好，我们顺着阶梯下来，我们就接上那个好像是写华山溪吊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过吊桥。你要去华山的话，那你就是从阶梯这边下去之后，水泥路，你往左边走就可以回去那个华山那边。过来之后，那这里有阶梯，那我们要往
右上走哈。好，我们往右上爬升哈。好，我们上来哈，我们要往右边走哈。好，那这里有指示牌哈，往那个华山教育农园还有20分钟哈，往这边走。好，我们直接往上走哈，右边的岔路你不要走哈。顺着水泥路上来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哈。好，那右边是一间民宅哈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这边出去就是那个早上我们出发的地方哈，那这边就是那个华山教育农园哈，就是在这边哈。好，出去就是停车场。好，我们就已经回到华山教育农园这边哈，那这边就是停车场哈，早上我们出发的地方哈。那我们今天从15号这边启灯哈，走5连峰哈，我们这样子走了5个半小时哈，然后绕了一圈哈，再回来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哈。好，拜拜。